哎呦，你在干嘛呢？在想什么呢？嗯，咋了？是见不着偶像，在想他了吗？偶像在外屋呢，让你在里屋陪着主人歇会儿，有啥造型啊？这是生无可恋呢，还是十分疲倦呢？哟，听到啥了？来，枕个枕头，来，来，枕一个枕头，好嘞，干嘛？枕头不好啊，来枕，对，就是那枕头多好，还能撑脸。嘿嘿，蹭一蹭行，别咬啊！来，这后面再整一个，好的。你还是愿意整这个啊？哎，给你这整的，寻啥？那小爪爪，有。来，这边给两个都能整上。这是皮痒痒了吧？嘿嘿，不看我呀？咋的？还舍不得？舍不得我走啊？啊，不是那意思啊。